生活中有很多种选择，选择低碳是我们共同的态度，为亚运，也为你我。每次上车都有烦恼，不如轻松下车，享受逍遥。再多再好的包装，也比不上简简单单的环保。荤素搭配更健康，但重要的是要光盘。资源放错地方就是垃圾，垃圾放对地方就是资源。不想穿的理由有千万个，但继续穿的理由只有一个，少买一件也是节约。用一次就抛确实很方便，但远没有用自己的卫生舒适。低一度是节能，高一度也是节能。打破时空界限，共享科技互联，视频会议让沟通更方便。这是我的生活态度，为亚运，也为你我。绿色态度，由你我选择。